哇，水涨得好大呀，朋友们！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，又成洪水了。不过我不是来看洪水的，因为下了雨可能就会有一种美味了。找一下，这里有一个了，但是好像已经掉了一点，还能吃，待会来挖一下，再找找。哇，朋友们，要不要告诉你们坐标啊？来，这个位置看到没有？去年也在这里捡到很多，又这么多了，太爽了！这里先把它给捡了，这是路上，不是自家地里了，待会别人给捡的，好多啊！我发现了这种。长得很多的就比较小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品种的，就和那个单个的鸡枞菌相比，那边还有一个，是一个单个的，过去看看是不是要肥实一点，还真是单个的要粗壮一点的，先把多的摘了吧。这种锅子了真的是单朵的就很大，像这种小的就很秀气了，而且味道好像还没那种单独的那种香。这里还有一个小的，这种人家说是极品，这种没开出来的说是极品。这种单个的要敲一下，它的根可能比较粗。耶，这水好像越来越大了。哎，这个怎么也不粗啊？这么短一点。哇，好大的洪水！这水真的是越来越大了。山有的那个水草都飘下来了，又得煮一碗汤了，这么多，回家煮汤吧。